后疫情时代的新思考。我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李嘉伟。环境危机在这个世纪是人类最大的挑战，面对新冠疫情的时候，千万别忘了后头的灾难可能是更全面更庞大的，影响人类在地球的生存。如何把环境给拯救了，把多样性重新恢复，这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难题，别忘了它。